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那今天是周四，我们每周三到周日都有音乐性的演出。那今天这个节目叫做铁花特调，那它其实是我们每个月才有一次的一个特别的节目。那其实是大家一般平常看到比较是属于会有乐器加上人声的部分。那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呢，其实主要是透过乐器，那各种不同乐器呢，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呢去做对话，呢去做呈现。所以今天会比较是以我们乐器即兴现场即兴演奏的方式。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台东的各个乐手老师们，那其实他们都是以现场即兴演奏。那他们即兴的素材呢，可能会从现场的感觉啊，或者是台下参与朋友的一些回馈的一些表情啊，或是声音，那都会成为他们今天有可能即兴的一些素材。所以今天8点到10点都会是我们铁花特调，那中场会有休息10分钟，那大家手上盖个手章都可以自由进出。那我们在周边呢，也有我们自己铁花的文创商品啊。那我们吧台呢，也有好喝的饮料，如果喝完的话，也可以继续到我们吧台，就是继续选购。那在大家后方是我们的洗手间，那洗手间旁边是吸烟区，那如果有抽烟的朋友，可以尽量到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。那待会都可以拍照，也可以录影，但是请帮我们把手机的声音以及闪光灯关掉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在这边呢，也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以及铁花村再次欢迎大家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的铁花特调表演即将开始，那我们就用热烈掌声欢迎他们。
Thank you.